全台第一个走进动物收容园区举办音乐节——垂高雷音乐生活节，今年进入第三届，邀请喜爱动物的民众一起与狗狗共舞。你听音乐真的好听吗？好听。戴着耳机以 Silent Disco 的方式由 DJ 把音乐播放出去，连小朋友也一起嗨起来。现场还有许多动物体验跟闯关游戏，甚至找来亲子 YouTuber 领导英娜带着大家动手做做看。目前在我们燕巢动物保育关爱园区来做举办，主要是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进到我们收容所，来跟这些收容的毛小孩做进一步的一个接触。这个代表高雄市府的垂高雷音乐生活节，今年从全球5715件的作品脱颖而出，还荣获日本 Good Design Base 的100大奖。另外，过去很受欢迎的有机运动会，这次也扩大举办，推广绿色照顾理念，还有各种关于鸡的体验活动。两天假日活动，天气也很好，到我们的动物收容所这边来多认养动物，参与一些活动，那减少我们的流浪动物的在收容所的时间。从白天待到深夜，也不用担心会饿到，因为现场有众多南部餐饮名店的摊车出动，除了有吃有玩之外，也特别设计的娱乐币，可以兑换小礼物，还能帮忙园区的浪浪们加菜，让活动化为实际的关爱与协助。TVBS 新闻林一邦高雄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